十多个获奖嘅新风采创业故事，将于3月21日星期六喺列治文山演艺中心隆重揭晓。特别表演嘉宾：嘻哈包袱铺、高晓攀、游建超，及第三季中国好声音艺言齐秦组合员。Canada Post 加拿大邮务公司2015新风采创业颁奖典礼，精彩可期。